小朋友，你知不知道在玩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那你看一下这个。哦，爸爸每天都带我坐他去上学。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跟爸爸一起玩呀？我爸爸他在那里玩一二三木头人。那你喜不喜欢 BRT 车呢？嗯，喜欢。那你以后还会继续坐吗？会。而且老师说过车太多会有污染，所以我们要多乘坐公交车。三年前，甘琼大学毕业。怀揣着梦想，只身一人来到了这个繁喧的大城市，希望可以在这里扎根，成家立业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孤单过，委屈过，但是有阳光就有希望。三年过去了，还是继续寻找着家的另一半，只是无论多晚，只要在站台里等车，总会感到安心。无论多累，只要坐上回家的 BRT， 就不枉负重前行。自从退休之后咧，霎时间冇咗细艺咧，就好唔习惯啦，总唔能够叫我个女成日车我出去噶。直到有一日，啲旧工友叫我去饮茶，饮完茶之后咧，老李就带我坐咗一趟 BRT， 哇！原來坐 BRT 咁方便嘅喎，以後咧我就每日去晨運之後就坐 BRT 去市場買菜。嗰間市場啲菜咧就好新鮮、好靚，我個孫女好中意食嘅。有咗 BRT 之後咧，去邊都好方便，我終於又有翻自己嘅生活啦～